活力满满揭开序幕，台南慈济志工首次在市警局举办全科见诊，除了中西医和牙医，远景还希望有身心医学科。今天很特别的就是说慈济有安排了身心医学科，那么这个科对警察在工作环境所面临的压力来讲，要如何调试是非常有非常大的帮助。这个身心科哦，也告诉我们如何纾解压力啊，要做持续有规律的运动。礼拜啦，现在呢是疫情不好，不可能从你店面是拢已经有做的啊。满头白发，声音轻柔，仔细为远景检查牙齿。他是严国安医师，加入仁医会后，为了能到国外义诊，提早退休。今年八月才从斯里兰卡回来，走过苦难国度，想要多做一些。在迄个牙科迄个专业领域，请咱家己小小的力量，安尼做一个回馈世界啦。一共有177位检查人员哈报名，13位那个护理师跟那个医生哈来支援。见诊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，每一句的叮咛都是满满的感恩。大爱新闻派郑瑞平、沈介妙台南报道。